水沟盖拿起来，数以百计的烟蒂从纱网中纷纷掉了出来。要问最大的烟灰缸在哪里？各个街头的水沟都是瘾君子的烟灰缸。土城区皮林里里长蔡志宏指出，瘾君子乱丢烟蒂真的劝阻无效，尤其店家前的水沟就是有民众随手将烟蒂丢入其中。为了避免发臭和好清理，只好在水沟下加装纱网，杜绝烟蒂掉入水沟内。每一次一清理，就会出现无数个烟蒂，令人无奈的壮观画面。架设在里面的应该有30处以上的水沟上有架设白铁网，那我们一个月会来就是分地方来收集，如果说累积起来，应该是可以收集好几公斤的烟蒂，所以说瘾君子他烟蒂随便扔掉，变成造成我们一定比较麻烦，清理一定是比较麻烦。蔡志宏里长表示，要提醒抽烟民众不要随手乱丢烟蒂，在路口或是店面附近都装上了环保烟灰缸，但效用不大。乱丢烟蒂，尤其往水沟里丢，就是改不了的坏习惯。里长还是只能和环保志工为水沟盖加装纱网。瘾君子没办法说制止他们到处乱丢，这样子的方法至少不会让水沟里面发出恶臭。我觉得这样子的方法很好。好，铺了一层白铁的纱网，拦截烟蒂。那这样子我们在清理的时候比较好清理，也不会说让烟蒂掉到水沟去。好，那在电杆的地方，我们会架设烟蒂桶，叫大家昏桃卖软蛋。烟蒂不乱丢，相信已经是宣导数年的环境保护政策，只是宣导归宣导，现实层面抽烟民众就是缺少了公德心。蔡志宏里长只好带领志工用自己的方法维护社区清洁，也盼瘾君子能够看见他们的用心，多一个动作把烟蒂丢到垃圾桶，别再往水沟里丢了。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。